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希尔娃。最近呢，我师傅要准备研究新菜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叫我去弄点鱼回来。看那个。好，走。你们害怕这个东西吗？反正我是不怕的。哇塞！哇，这里还有喇叭花耶，好漂亮哦，好好看呀，好看吗？带两朵吧。这个花它很像喇叭花，但是它又不是喇叭花，它是就是会，红苕藤会开花的那种。呵呵，没有味道，但是很好看。现在我要穿鱼线啦，给它多绕几圈，它才不会掉。放长线钓大鱼，一定要钓到鱼哦，不然我师傅会骂我的。钓不到鱼的话，怎么叫这么笨的徒弟出来呀？嗯，搞忘记穿雪山龙，哦，蚯蚓，普通话叫蚯蚓。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。嘿，哈哈，重新来。重新丢一下。啊，这个丢得好。来，哦，真是黄，它这样不上钩，这是假鱼啊！这是，我钓了一个小时了，都还钓不到。我觉得今天天气不好，这鱼它都不上钩，好像在有点在动了。鱼儿来，鱼儿来，鱼儿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招不管用，快点！妈，还不上钩，等会儿要回去，再钓不到的话，等会儿回去要挨骂了。我放弃了，我去买一条吧，买一条回去交差。太难了，钓这个鱼，技术活，我真的不行。走吧，回家。
好像没有在。哎呀！把这条鱼回去交差。好的，把它给喂起来。好了，这个鱼应该养到这里面没什么大问题了，我也算是交了差了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